这个知己知彼的功课，四个字，字为关键。各位同学，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如果你任何要成功的人的话，没有一个人不在知己知彼上头下很多功夫的。你们要找工作，大家都只是去忙着去准备自己很多的东西，可是有一件事好像都忽略了。你们想想看，有谁好去花很多功夫去了解你要去应征去面谈的那家公司？那是比，你都在知己，都在对自己模拟很多的题目啊，照照镜子，然后自己装扮很多，都在知己这件事情下一些表面的功夫。可是真正应该下功夫的，说不定是你应该去了解对方。有谁好好下功夫去了解这家公司啊？那我知道现在公司内部的机密其实很不容易知道的，所以有同学如果要了解商业的话，其实我们除了看杂志之外，看商业杂志、看商周、看天下、看国内外的有关的一些报道出来，其实你对哪一个企业你能够了解多少，没有一个人不想要不让你知道，不想要把很多的资讯把它隔绝于外面。像 Apple 就是很典型的公司，你想了解 Apple， 大家只了解它开发出来 iPod、iPad、iMac 这些 iWatch 是不是啊？可是谁真正了解苹果内部做事情的方法，它内部的文化，它内部有哪一些特质，谁真正花了很多时光，这根本就不容易得到 Apple 的任何的讯息，你知道吗？那 Apple 不容易了解，因为 Apple 的个性就如此。 Apple 据我所了解的，即使你在同样一家公司不同的部门上班，好比说你在财务部门上班，财务部门以外的部门你根本不可以去的，不可以去，不允许你那个门的钥匙只给这个部门的人用，其他部门都不可以用。 Apple 有不少书在描写 Apple 啊，可是永远都是他有一个退休的人，有一个离职的人出来以后，赶快把他所知道的 Apple 一鳞半爪的去做一些描述，从来几乎没有看过哪一本书是很全面的在探讨像这个 Google 或者探讨 Microsoft一样去探讨 Apple， 几乎没有看过这种书。你们找找看，如果有的话赶快跟我介绍一下，因为 Apple 这家公司本来就很神秘的公司。其实任一个好的公司，任何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他一定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只想了解别人，他不想让别人了解他，就是人不知我，我独知人，都是有共同的特性的。可是你想要成功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你要不只要知道自己，你要想办法知道对手，知道吗？那个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开始上商业周刊或天下杂志之后，过三年这个企业家通常都会面临商业上的危机。哦，是啊，有人这样说吗？有这个统计耶。真的有这种统计啊？嗯。哦，是上了什么杂志是不是？还上了。开始叙述他自己啊，然后怎么成功的啊，别人就开始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他的做法。复制他的成功模式，或者是知道他的弱点，我知道他的弱点，因为从他的说法里面可以看得出他决策的模式，是就开始 pay attention to it， 对不对？所以那个戴胜义他从来不接受访问，但是他自从出了一本书之后，去年网品就不太好。是是是，好像有这样的观察哈、哦，因为发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不愿意轻易上台面，那有一些董事长很愿意去上台面。像张忠谋很容易上台面啊，什么大大小小各种研讨会他都要去，施正荣也是有这样的特性。他们的我知道他们的特性是他们很有使命感，他们很想把他们所学呢贡献于这个社会，启发年轻人，带领年轻人。那这个前提有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让公司很多的重要的一些事物不轻易为外人所知道，知道吗？其实公司是这样，国家是如此，个人也是一样如此的。啊，这都是知己知彼的这延伸。那大家都想知道，让自己越少别人知道越好。我讲的是竞争，啊，当然如果交朋友的时候，当然希望大家彼此间都能够有往来啊，能够了解彼此。啊，但是有一天说不定大家反目成仇，他最亲密的朋友反而变成最厉害的对手。这人世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知己知彼，
一直都是千古的名言，而且到今天变成是一个举世都应该要共同去遵守的一条法则，一条成功的规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这一篇呢讲谋攻篇，讲到这个知，还有一个地方大家知道，我把它下一个标题叫五种主动。我们讲上一节课，刚刚我们前一个小时讲主动的重要性，在战略上追求主动的重要性，你知道吗？知胜有五，这是五种主动。那孙子说这是知胜之道，知道这场战争可不可以打，或者是不可以打，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一方往往会得胜。为什么？回答我，知道这门课可不可以修课还是不需要修课，要不要修这门课，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往往是比较知道怎么样去修课的人。这样的讲法吧，或者这样说的，知道这门课可不可以翘课还是不可以翘课的人，他才真正知道这门课的修课的这件事情，你懂意思吗？所以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知道这件事情越透彻的人越有胜算。所以你看，你像贾伯斯大学练到一年，一个学期不到他就翘课出去了，就不再念大学了。然后那个 Bill Gates 也是一样，去创微软去了，结果很多人就跟着学了，你知道吧？大学我不想读了啊，拒绝读大学了，是吧？人家是知道可以翘或不可以翘，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成功了。哎，你知道吗？你只知道说，哎，人家是这样翘课的会成功了，所以你就跟着翘了。你要注意，重点是你知道那个尺度在哪里，知道何时可以，何时不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yes or no， 要知道这件事情。这种知呢，是很高层的知，是很 advanced、很 high level 的 knowledge， 知道吗？知道哪一件事情可以做，哪一件事不可以做，知道吧？第二个，知道这件事情要用多少钱。这件案子顶多花两亿，超过两亿就不值得了。各位同学要能够懂得这个 bottom line 的人的话，他是不是对这个行情非常了解，他才知道说这件事情顶多花两亿，超过两亿就不值得了。谁能够算得那么清楚啊？能够算得那么清楚的人，他一定很了解行情，很了解成本，很了解获利，他很清楚的这件事情的发展，他才能跟你讲这件事情顶多投两亿，超过两亿都不值得再投资了。哎，能够讲这种话的人，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非常知道这里头的深浅的，他才会讲这个。所以是重寡是用，还有这件事情要花多久时间。那、突然就会想到像那个几年前那个李坤耀在那件事情之前都是非常风光的，在台湾很风光的一个企业界的名人。自从那件事情以后，到今天就比较少人提到他了。哪一件事还记得吗？明基去并那个德国的西门子，记不记得？那件事情，他因为过去在那件事之前，他在内部享有很高的盛名，所以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 smart 的人。所以他做的决策倒很少人受到内部人的反对，所以当他提议说他要让明基的手机变成世界前三大的品牌的时候，方法是什么？并购西门子。提出来大家都觉得拍手都很厉害，都觉得这个好 good decision。 结果就并了以后，烧了两年的钱，一年烧200亿新台币，烧两年烧了快300多亿，一年烧快200亿，烧了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喊停了，不敢再烧了。各位同学，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策去并购一个西门子？你知道并购西门子，你是把整个西门子的手机厂那里头多少德国的工人啊，知道吗？那你成为他的老板以后，他的吃穿、他的劳工、他的人权、他的自由、他的退休金、他的薪资、他的一切通通都要看你咯，就不再看德国原来的老板咯，要看谁是新的老板，来自台湾来的一个 CK 李坤耀 KY
去看李坤瑶，结果都开始投钱。他本来想要并购他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很接近欧洲市场。然后一个前提是，他推出创新的这个机型啊，要速度要更要快，然后他的 cash inflow 呢才能够进来，才能支撑这样。结果没想到呢，德国的工人、德国的工程师虽然做事情很踏实，可是他们有台湾人那么勤劳吗？他们有台湾人愿意加班、愿意超时去赶工，对不对？德国的工人是非常强调什么？劳工权益的，上班时数一到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下班了，他才不会像台湾的工人，台湾的工人是这个样子。所以出机种的速度呢，就远不如原先所预期，所以 cash in 的那个速度就慢很多，所以就变成不断的投钱出去，原先的计划一一都失败。然后德国人很重视这个劳工权益，所以工会的罢工了，工会的很多的一些规定呢，就跟着台湾的老板对干。台湾是派了两个管理阶层到德国西门子厂那边去管理一家上百成千的，我不敢确定他里头有多少人。你去管德国人，你是这样管他，德国人这样看他打，你知道？他这样看到你，他会让你管吗？不管是心理的高度或是外在的高度，你都是去矮个儿去管高个儿，心理的高度更是如此。所以你管德国那个厂的工人吃足一切苦头，可是你又是他的实职老板，所以他吃穿他一切的花费就看你，所以他不断的烧钱，烧了两年，烧了300多亿以后，自动喊停了，就说。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决策呢？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你要去并购一家公司哪那么简单，你把它并购过来，那个量够了，你就成为第三大品牌了吗？因为你才知道说，你要并购对方的员工，让对方员工愿意顺从你，愿意跟着你明基的这个品牌，对不对？ BenQ 的品牌，可是人家根本也不是这样认同你，所以一路就变成是一厢情愿啊，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错误的决策。知道可以战不可以战者胜，是众寡之用者胜。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大家谈的一个 case 啊。那谁能够知道，谁就能有胜算。所以在这个地方，李坤耀呢，可以说败得相当的惨重啊，摔了一大跤，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爬起来。是众寡之用者胜。是吧？众寡是包括时间啊，包括资源啊，包括人力啦、啊，一切都包括在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上下同欲，上下同欲很重要哦。各位同学，上下同欲哦，啊，这第三个要点。第四个，以鱼代步鱼者胜。鱼意思就是说先思考、先准备。有谁先思考、先准备？早一天准备的人胜过那个不准备的人。所以孙子非常强调，开战不是在真正战争那天才叫开战，很多时候开战是在还没有战之前的5年、前10年就已经开战了，就已经决定胜败了。啊，所以孙子的思想是非常深邃的啊，很远的，很远大的。你看这前面这四个要点，你看多重要啊 ！Yes or no， 这是战略性的，多少 ？How much？ 这个有点战术，上下同意，这个是操作性上头，有没有办法让那个大家都能够环绕在中央中心？以鱼代步鱼，准备，你知道吗？准备的多寡，为什么要准备？没有准备的话，力量不能集中。所以谁多花的时间准备，谁就有比较多的胜算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将军啊，总经理很有能干，董事长不太管他，不太制约他，全力放手让他去冲。所以很多时候呢，你总经理实际上很想冲，他很有雄心，也很有方法，很有策略，可是后面董事会呢就老是扮演啊他的绊马索。所以将能啊而君不欲，也就是能够充分发挥领导者的角色，充分发挥那个执行长他应有的才能。以上这五者啊，就是孙子他知胜之道。
他能不能够还没有开战之前就知道哪一边会打胜仗，知道吗？用这五个面向去看。那这里头是大学问的，知可以战不可以战者算。所以我们今天台湾内部好比说进亚投行不进亚投行，到底要进亚投行还不进亚投行，对不对？跟中国大陆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要敌还是友的角色，还是不武不和不战，什么样的角色？谁能够知道哪一件事情对台湾最有利，哪一边就有胜算？可是我光我们台湾内部就搞不定了，连要进亚投行这件事情台湾就四分五裂，有各式各样的看法。放在哪一条？上下同欲。人家老郭是上下从头到脚，到脚趾头叫脚趾甲，上了上到头发，头发的发尖通通同欲。台湾是一个议题下来的话分了几十党派吵来吵去，是吧？那台湾的媒体都以此为自豪，台湾的很多的这些团体也都认为这才是台湾的优势。这是台湾的优势吗？我不知道，这个是比较新的兵法，我还没学过哈。那我所学过的兵法是同欲者胜，你们的看法怎么样？那些人是不同欲者胜，他们认为那是台湾的优势。Maybe 我不知道哈，看未来的世界会怎么走，对吧？哪有一群人在一起不同欲的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比较进步的，这个才不是进步，好不好？你们自己看。所以上下同欲很重要啊。所以这五种其实都是一种主动思想，还没有战之前就能够扮演一种主动性的角色，操纵整个战局。所以我把它命之为五种主动，主动性很强。要不要战？主动啊，对不对？用多少兵力战，战多久，资源花多少，会损失多少，都能够先了解，很主动啊。上下有没有同欲？主动性啊，对不对？有没有准备？主动啊。这些东西呢都是任何一个将领，任何一个思考者考虑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从这五种角度去思考它，是吧？你要不要去找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值不值得你去？你适合你的战场在哪里？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行业最适合你？都是属于这种自身之道的层次要思考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往往都是很困难的问题啊，不是简单的，都必须要做很多的探索，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你知道吗？可是这些答案谁能够知道的话，谁能够早一步有胜算，知道吗？以上我们就先把谋攻篇讲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紧接下来谈行篇。那它的名字啊取得很好啊，什么叫行啊？我们现在的中文啊跟古语的有很多的不同。行指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看的是外表，我们把这个行呢会看的是外表。但是呢在孙子兵法里头在谈行啊，它在谈一种有形的一种实力，创造出一种攻或是守的一种形式出来，在谈一种有形的一种存在。势呢跟形有何不同？势动态的，势就变成是一种无形的。一个很主要的分别在于形是有形的啊，你看到了这个 office 这个教室，它的形是这样的形，这样的一个存在。可是势是什么势啊？势是一种内心的感受，觉得对这个地方的磁场，对这个地方的环境的一种感受，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杀气，杀气腾腾，这个地方很有热情，这个地方呢是热火欲奔，然后这个地方是冷冰冰的，一点生意都没有，这个都是势，就是造成人们对这个地方环境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会驱使人们的力量。势呢是一种无形的，是一种隔空发出来的一种莫之能御的，沛然莫之能御的那种力量。好比说你打那个气功打出去，你手根本没有碰到它，它那边凹了一个洞了，势，掌风的势。
你手要碰到它的话，这叫权力，权力量，你知道吗？所以事啊，都是往往都是一种隔空的，隔十万八千里之遥，就可以享受到或是感受到来自于太平洋对岸的一种力量的一种发动，这是事。听到品牌的力量，就可以感受到品牌的威力；听到他的名字，就可以感受到，就心里头就一喊，看到没？闻风而丧胆，这都是事。形是什么？形是一种形式，一种阵势。这个形怎么去打造它呢？他一开始就这样说了，他说：“习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先为不可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先创造出对方不可以胜过我们，敌人不可以胜我们的一种态势出来，先创造出这种条件出来。那这个不是很守吗？很防守吗？非也。只要这种防守是你可以操控的，这个防守就不是被动的，这个防守是什么？是很主动的，看到没？好比说两个人要来比赛，比赛什么？好比比赛对打，比赛什么慢打、烂打什么？我想击败对方，我会用一种方法，让他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比赛，先为不可胜，对不对？你有觉得不光明吗？很多篮球场上的打仗的方式也是战术上你认为不光明，好比说我想办法让对方犯规，制造对方犯规，请问是光不光明，道不道德？让对方很重要的球员让他犯规很多，而派一个人全力在旁边防守着他，制造他犯规，等到五犯四犯的时候，最后一犯还没犯的时候，他就威力就大减了。这都是先为不可胜哦，先创造出对方不可能胜过我们的那种条件创造出来，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个围啊改成了使，使啊，使得他不能够胜我们，先使不可胜，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这样来理解的话更加清楚了，先使得对方不可胜过我们。那我觉得围比较好，因为围是作为啊，先创造不可胜利的作为，但是先使不可胜就比较明确，先使对方不可能胜过我们。哇，你那么有把握让对方不可能胜过你，他不可能胜过我们，我们却没有说我一定可以胜过他们哦，我只是先说一件事，至少让对方不可能胜过我，我只先做这件事，我先不要做我胜过他，我只先做一件让对方不可能赢过我。看起来有一点消极，可是事实上它背后是一种很主动很积极的一种战略思维，想办法把对方排除在台湾海峡之外。请问一下，这是主动还被动？这是消极吗？先使对方靠不了我这个地方，这都是先为不可胜哦，先把电话线切断，让对方不可能打电话打到我这边来，先把对方的扩音机让他不可能发送得了电，发动机没电，那剩下的不用谈了，对不对？都是这种思维哦，是吧？以前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经常美国学生经常干一件事，他考试明天要考试，他没有准备好。明天考场的时候，突然间警报大响，然后有人打电话去告诉教务处说，我在某一个教室里头放了炸弹。那你不能信以为无啊，对不对？开始呢，你就大撤啊，所有的人都撤出来，然后大家在外面等啊等啊，警察就进去查了两个小时以后说，哦 ，clear 啊，没有炸弹。期末考试已经过了，先为不可胜。让考试考不成，对不对？还有一种比赛，像你们看不看美式的足球 ，football，American football 是一场比赛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我攻的时候，我就派攻击队伍上去，对方就派防守队伍上来；
如果我守的时候，对方我都派防守队伍，那对方派攻击队伍，所以每一队都有两个队伍 ，offense team 跟 defense team， 你知道吗？以前我们那个读书的地方叫 Washington Redskins 那个球队啊，他那个教练很厉害，对方很厉害，对不对？对方很会攻，对不对？我就让你对方没有攻的时间，就让你没有时间可以上场，所以我根本不用在球场上打败你，我让你根本上不了球场。如果做到这一点，让球永远握在你的攻击队伍上头，所以你的攻击队伍永远都上不了场。懂富波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你的 offensive team 呢，不断的在打 first down、second down、third down， 那一次可以得到 first down， 他经常不断的在 running、running and running， 把时间把它给磨光，时间磨光，球都是在你在攻啊。我在攻的时候，对方是在守，对不对？对方的攻击队伍永远上不了场啊。你看到没？他的打法是这样，他游戏规则是如此。所以先为不可胜是没有错。可是呢，具体你要理解的话，你可以去理解它，把这个为改成那个使，在旁边做一个注明，你就更加清楚。先使对方失去可以赢过我的条件，没有赢过我的那个条件，把那个条件把它拔除掉，让他没有电，让他电线断掉，让他电话打不通，让他考试考不了，让他没有钱，让他什么东西，所以这场比赛根本不用比了嘛，至少我就不会输了嘛，对不对？先为不可胜，然后干什么呢？然后准备等待敌人有一天暴露出可胜之机出来，那就是我可以求胜的时候。所以请问各位同学，这虽然是守，为什么他说守？他说不可胜在己，所以让敌人不可能胜过我，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在做，可是敌人的可胜是我把对方打败，打败对方的，对方可以被打败是根本是在对手愿意留出这个机会给我，露出这种缺点出来，我才可能打败对方啊。所以各位，你要了解，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句话什么意思知道吗？彩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应该知道了哈，让你解释一下。先为不可胜，什么意思？先为不可胜？为什么说不可胜在己？不可胜的这种条件是操之在我的手上，对方何时可胜，那是等到对方何时露出缺点出来，所以我才能够胜过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不可胜这件事情是完全超出在我，对方可不可胜完全是猜出对方。为什么超出在对方？为什么超出在对方？通常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等对方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把他搞弱了，是就赢了。是，知道吗？为什么对方可以被打败？为什么人露出败相出来？知道吗？人露出了败相，人就很容易招住别人来打败他、攻他、胜过他。那我呢？别人也是这样看待我，别人也是等待我，看我哪一天露出败相出来，他就可以轻易打败我。没有人那么笨，跟你硬碰硬，然后花很大的力气打败你。这种战法不是聪明的战法，聪明的战法都是什么？都等着让对方露出败相出来以后，我轻易可以击败对方，是不是这样子？彩珊，是这样的吧？对吧？所以事实上都是人们在等着对方露出败相的时候，我轻易才出手打败他。如果对方不露出败相，我干嘛动他？我就看，等待时机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说，要怎么样？人与人之间，你跟高手对视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啊？趁他病要他命。趁他病要他命啊！黄俊佑是哪一位？
黄俊，你说说看，我们要怎么做？如果你碰到高手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也懂孙子兵法，你也懂孙子兵法，所以两个都高手的时候，你就很难用一般的战法可以赢过对方。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想说，我先顾好我自己，能够操之在我手上的，我先做。什么东西操之在我手上？不可胜这件事情，我先做。所以先为不可胜，对不对？我先管好我自己，让对手没有可胜之机，然后等待什么？等待对手露出可胜之机出来。所以碰到对手的时候，你对手很厉害的时候，我跟你讲，世界上的人啊，只要读过孙子兵法，其实大家都很聪明，都了解。我想赢你，你也想赢我，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先防守，先守好我自己，先创造出我不可能被你击败的这样的一些条件出来，然后等什么？等到哪一天你生病了，啊，什么什么什么生病，趁他病要他命，是不是？你有一天口渴了，你很累了，你哪一天正好发生什么事了？哎，正好是天助我也，对不对？你这个不可胜破了，我就可以怎么样？一只可胜出来了，我就可以呢去攻打敌人。所以可胜完全是在操持在敌人的手上，是这个意思。可胜是我可以胜过敌人。何时我可以胜过敌人？是操作在谁的手上？操在对手。对手露出败相，对手什么时候弱了？对手正好在选总统，对手正好在选举啊，这个时候正好我可以操纵的时候。对手缺水的时候，正好我可以下手的时候。看到没？台湾现在不是缺水吗？对手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是我可以上下洗手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才能说攻击对手最好的时候？就是对手露出败相，对手有很重大的失败发生的时候，就是我可以下手的地方。否则的话，对手很强啊，人家平白无故的怎么会输给你呢？所以高手跟高手对峙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先做好我自己能够做的事，叫先为不可胜，准备等待的对手哪一天他发生了什么外在的什么事，那个就是他很弱的时候，就是我可以下手的时候。我为什么等到那个时候才下手？我为什么平常不下手？我平常下手是不是花很多力气？对手很强啊，人家也是高手啊，你不可以轻忽敌人啊，都是这种概念哦。发个问，哎，雨婷发个问，没有那个时机怎么办？至少慢慢等，慢慢等。否则我跟你讲，你如果贸然出击的话，说不定被打败的不是对方，而是你。就是不可以轻估对手，除非你内部情报显示对方正好发生叛变，对方正好发生饥荒，发生无电缺电的危机的时候，正好是你可以下手的。可是对方也会把这个重大的机密把它掩盖起来。像北韩那么信任，你知道内部发生饥荒吗？都是某一种情报去探索到发生在内部有什么重大事故发生的时候。我说如果没有的话，人家身强力健的时候，你去打人家，那不是找死吗？至少你是要花很多力气才能打败对方的。而且你不要忘了，当我们一直在寻找、在探寻对方的可胜之机的时候，人家也不断在探找我们的可胜之机啊。你说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两方面对峙的时候，不可以轻估对手。人家懂兵法，你也懂兵法，你懂兵法，人家懂兵法，说不定人家比我们更厉害。所以千万不可以轻估对手，就是犯了骄兵必败的一个大错。所以一定要料敌要从宽啊。所以不可胜这件事情超出在我们自己，可胜之机是在敌人自己，他何时内部败坏或是露出败相出来。因此善战者能为不可胜，能够创造出自己不可被对手击败的这种条件出来，可是却不能够创造出敌人一定会被我们击败的这样的条件跟形式出来。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头有两个东西要同时考虑的，一个是我自己的不可胜，一个是对手的可胜。那我们要想办法先创造自己的不可胜，同时
我们要等待对手的可胜，对手的可胜我们没法决定，对手的可胜没不能够一定使敌人一定会可胜，要等待他对方，所以这里头才会产生出时机还没到。同学，像年轻人呢，老师以前也做过年轻人呢，是不是啊？那我们在以前的年轻人都有一个特性，就是性子很急，性子很急的话，年纪比较大的跟你讲时机还没到都很不服气，对不对？上面跟着时机时机，每天都是好时机好不好？时机还没到，什么意思叫时机还没到？什么叫时机还没到？换句话说，时机不是操控在你手里手上的。如果有一个时机的话，时机不在你手上，时机在谁的手上？在对手，在老天的手里头，知道吗？所以呢，才有主客观，才有我跟市场主客对弈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出来。我们谈策略，一方面谈主观，一方面谈客观，主观客观两方面 match up 起来，时机成熟才可以出手，就是谈这个概念。所以，如果一个年轻人要追一个美女，要等她失恋的时候再下手。那你要得了解对方是不是真的失恋。他如果正有男朋友嘛，就是一直等到他失恋的时候再下手。是啊。那你要了解对方的人格特质，对方人格特质说不定失恋很痛苦，从此以后不再交男朋友。所以你要知己知彼才可以。所以一方面要了解自己，另外一方面要探索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情形啊，出手才不会呢太重或太轻，等待呢才不会空等。所以都讲好了啊，很重要的地方要知己要知彼。然后第四篇又更进一步讲了，当你有敌人跟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对峙的态势的时候，你要先做什么？先忙忙照样去打人家吗？像现在年轻人喜欢讲攻击攻击再防再攻击，最好的战术就是攻击，一天到晚就是攻攻攻，对不对啊？其实不要谈攻，应该谈什么？主动，不断的创造出主动的条件出来，不必要一直谈攻。因为攻击为什么不要谈攻击？你们知道吗？消耗，攻击是消耗。还有了什么？献出自己的能力。哦，这句话很深呢、啊。暴露自己，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暴露自己，对，没错。你轻易攻击别人的时候，别人都知道你是出右拳、出左拳，是吧？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观察，了解自己，了解对手，等到时机成熟了，轻易就可以取胜。那还没有达到那个时机之前能够做什么？充实自己，强化自己，创造出什么？创造出不可胜的条件。那等什么？等对方可胜的时机的来临，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一大段的结论是什么？胜利是可以预知的，但是却没法操纵，因为你永远有一个未知不可控制的一个 unknown uncertainty， 那就是你的对手。你对手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对手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哦。那如果对手在想什么，对手在做什么的那一半，这一个江山的一半你都不知道，你如何主宰全局？你如何能够赢取对方？所以赢取对方一定要自己跟对手两方面同时来看，先看自己。看自己的话呢，你就可以了解我到底有没有可能胜过对方。所以胜利是可以知道可以预测的，可以预知的，但是却没有办法操控的，因为有一大半的因素是在对手身上。对手身上你怎么操纵？可以，
或是派间谍去探索，或是制造内部的混乱，对不对？制造了内部很多的事件，那个是可以操控的。可是即使如此的话，人家会派散件到你这边来制造混乱了，而且人家喂假情报给你啊，人家故意搞混乱，然后你以为成功了，事实上失败的是我，是吧？所以总有一些东西是 uncertainty 的，那一部分是不可控的，所以才会说胜利虽然可以预知，但是对不起，很难操控，没有办法真正完全在你手上。所以你即使今天很超强的美国的话，他对任何一个国家，他除了用武器，超强武器可以炸人家之外，他总有很多地方他没办法操控，所以今天才会撤兵也门，从也门那边撤出来。我照理讲，他纵横千里，操纵整个全世界，他为什么今天在中东处处的策略、处处的战局，通通都不顺他的意？有一大部分是不可能操控在他手里头的，是吧？所以对于胜利的看法，这段文字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了解。各位同学知道吗？那最后上面这句话，先守干什么？什么都不动吗？不对，先守是为了摸清对手。所以当我什么事都不做，当我做好自己的不可胜的时候，在那个同时，我不是很消极被动，什么事都不做，错了。那个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我要摸清你的，我用话套你啊，故意伸左手，看你右手出来还是左手出来，看你右腿还是左腿出来，看你是出手还是出脚，你懂吗？看你是讲话还是滑手机，还是看什么，看 notebook， 在探索你啊，在了解你啊。所以当你在守的时候，这是你在收集对方情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攻击，先攻击的一定会赢，先攻击的其实你最好第一击就把对方打死，否则你第一击如果没有把对方打死的话，对方没有被你打死的过程当中，他会做什么事？他会了解你是怎么打我的，然后你布置在哪里，我要回击你的时候，我就很一清二楚知道要怎么打你，打你哪个地方。这就核子大战的一个世界，First strike 跟 second strike， 谁能够在第一集里头能够 survive 的话呢？先打人那个就很危险了，因为你哪个地方发射飞弹，哪个地方这个有核潜艇，哪个地方有陆基、有海基的这个巡弋飞弹，清清楚楚，电脑上雷达站都清清楚楚的。所以如果第一集 survive 的话，我回打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打你那些你当初打我的地方。所以要记得这个，先守的目的是为了要摸清对手，然后立于不败，败绩而攻。请问这是被动吗？所以孙子这边在讲这个概念，有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回到刚刚我问你各位，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先保护自己，在保护自己的过程当中摸清楚对方的意图是什么。你看我们要打蚊子的时候，蚊子啊，他也在摸清我们，你要打蚊子，没打到，对不对？没打到，它闪到哪边去了？它是闪到你头顶上，跑到你眼睛这边跟你对视，你一打到自己的眼睛，所以你不会这样打，对不对？打了几回后，它知道哦你是干什么，它就跟踪你到你的卧室，到你的这个书桌那边。所有的生物它有一个天生的本能，天生本能就是什么？保护自己，掩护自己，乔装自己，隐蔽自己，化妆自己，欺骗对手，让对方对于你失去了戒心，然后趁着你睡觉的时候亲到你的那个你的棉被左右，叮你、啃你、吃你。所以当我们碰到对手的时候先做什么事？当你还不了解对方的时候，你不要贸然出手。你做什么事？你先守。守的时候你认为你自己很消极很被动吗？你束手无策吗？不对，你在守的时候你做什么？你不断在收集，在了解对方的习惯，对方的日常生活，对方做些什么事，对方的长处、优处、短处在哪里，然后等待对方时机来到，你就可以出手。这个过程超高级的，这个过程超积极、超主动的，绝对不是被动。
下象棋、下围棋更是如此了。真正会打的、会下棋的高手，都是不先攻，都先在观察你的权路、你的棋路，然后等到你露出缺点以后再打你，都是如此的。你说是不是这样？没问题了，那我们就下课了。